还要人家弄呢。你带回去自己带啊，我不会带，你自己带啊。对啊，你本来就不会带啊。好，那你带回去啊。带什么？带给你爸带。这样嘛，整天他妈胡聊呗。这小孩姓什么？对啊，对啊。这小孩姓什么？整天的，就是你爸那边。这小孩姓什么？神经病！不要这么干。不要的。你才不要的，跟你爸跟你妈在那吵，跟你你在那边闹着啊，干完离婚不是？还是离婚？对啊。Yes。对。